是我做的，请你帮我转告董事长，不然我辞职。我想要回山水厂去。周烨，需要停车吗？不用，继续开。林春，我爱上钟无艳。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林春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想要伤害你，但是我不想欺骗你，也不能欺骗我自己。我会更努力，直到能达到你心中的终点为止。我现在心情很乱，所以我才一个人来到山水乡。我只想让心平静下来。我知道你现在心中还是惦记着齐轩，不过没关系，因为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好，看来我们得帮吴燕做点事情。 齐轩，嗯，就你刚带秦总还出来的时候啊，齐轩刚好来家里找你，我正要带家里等他，他不要，他出来找你。可是我刚刚没有看到他，啊，没关系，我打他给他。哎呀，那讯号，没关系，吴燕，我刚好让我看到他哦，是往那个朝阳的方向走，你要去找他。 好，对，快快快，因为他对那个地形也不熟，万一迷路就糟了。对，你先回去，我去找他。吴燕，等一下，齐轩他不是小孩子，就算迷路了，也应该会照着原路回去的。不行啦，山区这么多的蛇跟虎头蜂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哎，对，而且啊，等一下台风就要来了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妹，那我先去找他。对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，啊！我跟你一起去。哎，不是，哎呀，哎呦喂啊！ 哎，秦总裁，我脚扭伤，你不会捡什么救吧？好痛哎，扶一把，扶一把，哎，走不动了，扶一下嘛。哎，哎，哦，你在帮齐轩对吧？嗯。你不知道他根本配不上吴燕。哎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。 就很痛很痛，吴燕跟着他只会换来辛苦，但我有信心，我能够给吴燕一个幸福的未来。我跟你说，我不管谁配不配谁啦，反正呢，我是挺爱情 ，love you know。 爱情，嗯，好。钟无艳他说过，他的人生中没有半途而废这件事，我也是，我会证明给你们看，我的爱情。 一样可以给吴彦希。还站得起来吗？哎呦喂，用力一点会很重。哎呦喂！齐轩，齐轩，齐轩，你在哪里？齐轩，齐轩。
见了，你可以帮我一个忙，你请义工队所有的人帮忙，用地毯式的搜寻帮我找下去大人好不好？齐轩，齐轩，你在这干嘛？我来找你啊，你姐夫说你会在这里。我姐夫？他说这里是你的秘密基地。你不要理他，他随便乱说的。你没事就好，走吧，台风要来。我和英俊分手。跟英春分手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发现，我心里真正爱的人是你。每天每天，脑袋想的都是你，我没办法跟英春在一起。你走了以后，我想了很多，才发现没有你，我会觉得很难过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到你房间坐了很久。才突然发现，我跟你一起生活了那么久，却没有留下任何一样属于你的东西。除了这个发夹。但你也说得对，这个发夹本来是要送给迎春的，根本就不应该拿来转送给你。却又是我们重逢的开始，是我们之间的连结。我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。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把这个发夹埋起来，象征我们之前的所有关系统统结束，我们重新开始相处，好不好？掉发夹会不会发芽哦？怎么说？这样再过四五十年，等我们都变老了以后，就可以坐在发夹树下面回忆现在发生的事啊。那我们可以想想看，在这个上面可以种些什么？种牡丹好不好？那是我妈最喜欢的花。你脸上那是什么？红红的，好漂亮哦！你终于开口说话了。你真的觉得我这样很漂亮吗？嗯，像牡丹花一样，那是我妈妈最喜欢的花。牡丹，好啊，牡丹对我来讲具有特别的意义。你在干嘛？我要做记号啊，要不然我们下次来忘记怎么办？
要排了，好像快下雨嘞。不会啦，怎么会下雨？快点啦！好了，快好了，快好了。好了。这样下次来我们就不会忘记了。幸福了没有我也只能问候，你不属于我，我要忘记你。警察先生，不好意思哦，台风天还要麻烦你上山上找人，就麻烦你了。啊，不会不会。我想你还有事情啊，我就不送你了，你先回去啊。好，好，谢谢啊。等一下，现在雨下那么大，而且你的脚也受伤了，让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不用，我的脚在这边休息一下就好了。等雨小一点了，我老公就来接我了，谢谢。那好，那如果吴燕回来的话，请他打电话给我。OK。先走了，拜拜。喂，乡长。乡长，不是啦，警察先生，你不用叫乡长跟乡民广播了啦。好，那个齐轩跟吴燕没有失踪。哦，是啊。反正哦，我先替吴燕谢谢你啦。我跟你说哦。吴燕未来的幸福哦，有你参与哦。哦，警察先生，那我先走了哦。我再请吴燕哦，特地来送红蛋给你，好，拜拜。嗯，红蛋。我跟你说，没事了啦。好，你叫大家就地解散，一切都是我老公设计的啦。对对对对。好，事成之后嘞，我会请吴燕来特地答谢大家的吼。好，拜拜拜拜。长官哦，谢谢你哦，吴燕的幸福一切有你的参与哦，记得哦，吼，拜拜拜拜。拜拜。乡长，大消息啊，吴燕怀孕了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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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关系啦，而且后面这边还没有擦到。收不到讯号。这个雨又不知道下到什么时候才会停。会怎么样吗？当然会很危险，而且雨下那么大，我们下山的话会很冒险。那就等雨小一点再下去啊。雨小一点，那如果雨不停的话，那我们就睡在这边怎么办啊？那也没关系啊，反正我就想跟你在一起啊。那总要先填饱肚子吧，也不知道哪里有吃的。那边有啊。那里。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啊？你姐夫帮你捕获的啊。我姐夫。你们两个干了什么好事？为什么乡长打电话来问我那个吴燕怀孕的事情？一定是你这个姐姐啊！吴燕从小就给人家嘲笑，你这个做姐姐的从来就不会挺身而出来保护你的妹妹，还跟着别人一起笑啊！丑八怪，丑八怪，丑八怪！小时候也就算了，现在长大了你还要欺负她吗？啊！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姐妹戏强的事情。细强，你懂吗？
就知道你不懂。没想到已经20年了啊，你都长大了这么大了，我还要动用我们钟家的家法。怀孕了还要请吃红蛋吗？爸，我又没有说她怀孕。那为什么说请吃红蛋呢？我觉得这样比较有话题性啊，而且我有说什么事成之后，我还要跟他们说谢谢大家哦，对于吴燕未来幸福的参与。什么幸福？参与了什么？你说啊，你要去哪里？哎，你告诉我，齐轩跟吴燕给你搞到哪里去了？现在外面风大雨大的啊，人呢？人呢？哎呦爸，你往好的方面想嘛，如果现在他们两个都还没有回到家的话，就表示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想回家。对呀。他们不喜欢你们，不管你说这么晚了，你把他们弄到哪里去了？你放心啦，我把他们安排在一个非常安全的所在，灯光美，气氛佳。什么屋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他们在什么地方？哎，我觉得我们的缘分好特别哦。怎么说？我每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都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比如说我们被困在后山帮小宝接生的那一天啊，还有我们去南部工厂结果被偷化妆品的那一天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带给你很多麻烦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每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所有的困难都可以解决。哎，下次我们交换一下好不好？换你遇到困难，然后我帮你解决，好不好？帮你擦掉。没关系。你不要担心，这房子很坚固的。我跟你说，我觉得啊，这一餐饭是我妈过世以后我吃的最开心的一餐饭。每次跟我爸吃饭的时候都好紧张啊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开始训话。哎，我们从今天开始，以后在一起的每一天，都要这样开开心心的，好不好？会不会出什么状况啊？爸，吴燕有受过野外求生训练，不会有事的啦。吼。对啦，爸，你不要去当电灯泡啦，不然爱神的箭都不知道射向何方了。爱神的箭射向何方？你说什么东西啊？吴燕已经讲了，齐轩已经有女朋友了。嗯。爸，我跟你保证吼，过了今晚他一定跟他女朋友分手。妈，我不要期待你们两个了，我自己找人带他回来。爸爸爸爸爸爸，不要拉我，不要拉我啊！你冷静一点，听我说啦。你放100个心啦，那里吼什么吃的喝的、棉被、蜡烛、手电筒，你这一条我都帮你处理好了。你可是外面风大雨大，如果停电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停电那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们两个真情就零距离了。对对对，你在说什么东西啊？吴燕她还没有结婚呢，这怎么可以呢？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爸，你就顺其自然嘛，对不对？那个《侏罗纪公园》有没有看过？什么 ？Life find a way， 生命自然会找到出路啦。他们两个都不是小孩子，自然会知道怎么做的啦。对，那车怎么那么多呀？啊，人都来了，讲什么东西啦？哎呦，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也太妙了吧？怎么房子真的会滴水啊？哎，你有没有别的桶子啊？还有别的地方在滴哎、欸？哇，停电哦！哎，小心小心！你们怎么样？谁啊？啊？又怎么了？我被雨浸到了啦！哦，笑什么啊？哦，那不行啊，那我们还是得把灯打开啊，不然水越滴越多，等一下会淹水哎、欸。会啊。电箱在哪里啊？我们电箱好像都在外面呢。在外面哦。那我们要不要出去看一下？出去？是在台风天呢。有什么关系？应该不会怎么样吧？台风天才好玩呢、啊，你不觉得很浪漫吗？等一下哦，我要找一块可以挡雨的布。好。
好，那我找那个手电筒好了。看一下有没有，有没有？我再找，等一下。哇，雨真的好大哦！哎，有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在这里，快点！有没有？哎、啊，有了，有了！哎，有哎、啊！哇塞，你真的好厉害哦！你怎么什么都会啊？我小小的靠自己啊！哦，快点，快点，赶紧去，快点！哎，等一下！啊！呀呼！把衣服脱掉。好，把衣服脱掉。对啊，把衣服脱掉，然后用棉被包着才不会感冒啊。那你呢？你也全身湿湿的。哎呀，我是男生，我没关系的，你快一点。是真的很妙哎，我们之前还吵得那么厉害，可是现在却一起躺在这里。不是我要跟你吵，是你真的很过分。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好，但认识你以后我改变了很多啊。以前我看女生都只看外表。我知道，很抱歉，我的外表达不到你的标准。不是啦，你的外表远远超过我的标准。那种很漂亮的女生呢、啊，刚看的时候哇，会让人家觉得眼前一亮，但其实看久了也没什么。可是你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跟你在一起的感觉很像沙漏。沙漏，嗯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说的话，你的声音，你的样子，还有跟你在一起发生的事，就好像沙漏的沙子一样，那样刷刷刷刷刷，一点一点，一点一点，一点一点，等到发现的时候，哇，其实已经塞满整个脑袋。我觉得应该要多一种形容女生的方式，叫做沙漏型美女，有一种占领别人内心的神奇力量。我爸不是也常讲吗？你就有一种莫名的可以改变我的力量。我困了，我先睡。真希望台风永远都不要过去，这样就可以一直跟你一直躺在这里，再也不要有人受伤了。哎，你怎么不回答啊？你睡着了？太快了吧，一下就睡着了。我还想跟你聊天说。那好吧，明天再说吧。
喜欢吴燕。近的看齐轩，他真的挺可爱的。婉如，我们为了齐氏携手努力了好几年，这些经验是你一点一滴提炼的，是你留给齐氏这么珍贵永恒的香味。说，我觉得我们在做白工了。多一次尝试，就多一次机会啊！这么多年了，我们试过了多少次，可是哪一次成功啊？满仓库的货根本就卖不出去。七薇，我对你有信心，怎么你自己反而对你那么没自信呢？不想让你再这么辛苦。你跟家里翻脸，跟我这个穷小子在一起，可是我连一天好日子都没让你过过。过得很开心啊，我们是夫妻，只要你快乐我就快乐。
你跟齐轩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。虽然我们现在辛苦一点，但是等到明年牡丹花开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再试试我们的新产品了。你走了之后，我们的儿子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力量。宛如，宛如，宛如。在的话就好了，
恭喜！你们两个平安就好了。听说你们中奖要办喜事，真是太恭喜了啊！对了，你们家里的人全部都在等你啊，我先回去报平安啊！真是太棒了啊！啊，再见啊！恭喜！那个红蛋的事情啊，根本就是无忧啊，他乱讲的，你千万不要相信。事情是指钟无忧，你自己过来解释。快点！哎，乡长是这样子的，你误会了，是我只是说吃红蛋，我并没有说吴燕怀孕哦。哎，对，千万不要听啊，无忧他胡说八道，他没有这个事情。对。可是啊，采茶的工人都跟我们说了耶。对啊。哎呀，不要不好意思啊。吴燕啊，是我们山水乡之光啊，这么大的喜事，其实我们很为他高兴，对吧？对。哎，爸，吴燕该去求我来了。怎么大家都来了？乡长，哎，你刚才说恭喜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哎呀，不要不好意思啦，你们两个的事情啊，我们都听说了，对不对啊？哎呦，乡长，你们不要误会啦。哦，其实真的啦，我们昨天只是在公寮躲台风而已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躲台风啊，这个理由太牵强啊！台风躲到公寮去，还带红酒啊？当然，其实红酒也不是我们带去的。啊，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个红酒啊，一定是丘比特准备的啊，跟你们没有关系啊。年轻人呐，不要不好意思了。这乡长我啊，以前年轻的时候也常常跟我老婆跑到茶园的公寮，不过我不是带红酒，是带儿子比啦。哎，乡长，好了，那个乡长啊，这个他们两个啊，一定昨天晚上都没睡好，让他们回家睡觉吧，好不好？对呀，昨天晚上一定是太累了啊。不是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你这样子是曲解我的意思。哎，那现在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吴燕啊，是我们山水乡之光，你啊。一定要护着，不可以辜负他，我说对吧？喂，大卫。哦，好，我等一下回公司。怎么了吗？大卫说，我爸进调香室待了很久，打电话也没有人接。爸，我们有事，我们先走。走。你干嘛那么紧张啊？我爸常进调香室很久的。走了，快点。哎，小心一点啊，吴燕。哦，走得这么急哦，应该是要回去跟家长报告了哦。我就是家长啊。你是女方啊，我说的是男方啊。恭喜恭喜啊！哎，其实你不用那么紧张。在调香室待一整天，是我爸思念我妈的方法。他常这样，而且我想，他这一次可能是很多话想要跟我妈讲吧。哎，你开慢一点。你不再打电话给你爸啊？我打过了，没人接啊。那就再打给大卫嘛，跟他讲，不管怎么样都要进去调香室嘛。调香室是公司最高级的管制区域，只有我爸才能进去。大卫要是能够进去的话，他就不会打电话给我了、啊。不管怎么样，再大的困难都要去克服，不是吗？你就继续联络。那如果万一真的进不去的话，就找锁匠把门打开嘛。哎，等一下，前面有车。你怎么了？你今天一点都不像你。好像来过了，他不会开这种密码锁，那也没办法破坏。那就可以找当初设计这个锁的公司啊。这个锁啊，当时是由瑞士进口的，就原厂的技师才会开它。董事长进去多久了？早上有个会议，董事长没有来，
而且我们一直也联络不上他。董事长开会啊，从来不会迟到的。有个职员看到董事长进了调香室，我怕他会出事。都没有人知道密码吗？猜想董事长的心思，事故都不对啊。我爸跟我妈的结婚纪念日。公司是什么时候创立的？哦，1968年2月26号。都不对。来，我来。你怎么知道密码？我想说试看你身就猜对了，快。为什么我不知道我爸得了胃癌？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啊？调香室里有个保险箱，一个五月去打开的。早就知道我爸生病了，对不对？我以为。你以为很多事情，就是我们都以为没有那么严重，就好像我一直都以为还有时间可以孝顺他，还有时间可以多陪陪他。请你离开，我想要一个人静静。继续啊，出去。如果你不介意，我希望由你暂代董事长职务。我只求让齐轩继续留任总经理职务。齐轩，你要长大，绝对不能再像个小孩一样。已经快要暂停，听我说，从今后我会一个人生活，没有我的时候，你要一个人好好过。在我转身之后，你却又抱着我，在放手以后不再拥有彼此的温柔。在我转身之后，你的泪不停流，虽然心很痛，却只能说分开以后我就要